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最后一题，自己怎么这么高啊？这枪太晃了。刚好像有爆炸。我还烤腰还烤小鱼。你真的快要被烤焦了。最后要吃饭饭哦。智能掩体消失哦，退回来吗？我要洗掉哟。在哪在哪？我在下面。哇！我下去找你们了，谁要救我？我回来，我回来。哎，为什么我跳不出去？哎，为什么我翻不过去？快往后退，快后退！我的，我受不了。没问题啊，我可以，我的那个身体很强。不行，我想要救我，帮我救我啊！好，你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他们火那个喷的？这不能重生哦，对对对，你把千鸟救起来好了，来不及啊，开始啊，全部倒地啊！快快，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机会。那你赶快复活。这不能重生，你为什么还有机会？啊，我死了！靠小雨，杀小雨。你不要，你们不要搞得我很无言。我都要打点点点。上面吧。对，今天那个 Shadow 的黑角还没有来吗？我要去上面。我也不想搞得你很无言。我看我在后面帮你负，我还负责狙击。好了。你要狙击啊？好啊，可以啊。那你看着要狙击手哦。我从这个角度不太好，你们哎，这里。啊，连弹丢都没炸，没办法炸到什么人呢？站下面好了。哦，那个该死的装备，那个绿色都挡到我的视线了。绿色，完了完了，小心头要带啊！没倒了，我也快倒了，他又不给我进去，啊！哎，你怎么在这？为什么一开始下面就怪？下面有怪！有人我打！啊，我在你后面。哇，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在你后面。大概是灭世神雷吧。他小心在哪？平生，看来平生也要去正道召唤一下。小心，你那个地方我顶不了。快点，趁他们那个抓烟雾弹的那个波及，赶快把他杀死！哇，好痛啊！哎，有狙击手，狙击手还没死啊！我刚杀到一半就救你们啦！狙击手还没有死，我不太敢走出去。哎，那个狙击手，那个狙击手一直打我呢！哎，那个狙击手先把我干掉，那个下面那三只让我来打。加油！啊，被烧死！干掉一只！哎呦，为什么他又打我了？还好一只。Normally this chopper is for pickups from the dark zone only, pulling out highly contaminated. 啊，干掉！哎，我又中弹了。我跳不下去，这为什么跳不下去啊？对啊，右边一点嘛。好痛，还有敌人呐、啊！还有一整群，哎，
快要死了。等，小伙子。等一下。乱，嗯，好，乖乖乖乖。不行，我这边爬不过去。这也是那个无法重生的区域。我爬他。不！哎，我爬，小伙子，你逃，你逃，然后慢慢打。我觉得。人又要重来，看来还是要练一下凌霄火步阵法。那是什么？天下万火，以我为尊。他还要请人物件呢，人物件吗？一份一元卖给谁啊？没看到一手。一份一也太贵了。你在这边要怎么救我们呢、啊？哎，那蛮就是去了，我会浪费掉。熊剑还活着哎、欸！快支持他，支持他！我这边支不到，我不要有力气。我感觉这款游戏电脑版比较少人玩。一亿元新发威币。原来是星巴威币，星巴有够威的币。我觉得你要先把那个敌人先集中起来，然后再丢一颗烟雾弹。他被杀了，他被杀了。然后趁现在再随便丢一个。你要三六八。如果身上还有那个医药平台的话，就丢一个在他们附近，然后让他们附魔，省得你去救他们的时间，不然会死。那个球不是很给力，哎、欸，小心火！很危险，他们不过来会害怕。哎、欸，你有可能爬到上面吗？他要打到吗？那我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这里看不到东西啊，我会不会还来不及？然后那个物资就要没了。你前面有几个敌人？现在看起来好像没几个哎、欸。啊。你走开看看。啊、有两只啊。三只哎，太可怕了。我也不是什么很好的战友啊，虽然说我经历了这么多。你看嘛，就上来，不要在那边危险。啊，锯死他！锯死他！我觉得就算你活着，你也不可能那个啦，我管不到两分钟了。如果可以跳过去就好了。啊，第一个就直接放弃吧。我感觉前面可能还有更多只。耶！快点，快点，帮我丢！有一只，你在开什么子弹？跑跑跑跑跑！那边没有拿那个火焰枪。金巴整个喷麦啊！对啊。对。啊！来不及了，警察已经在你家外的门口了。啊、我又不小心把麦拿太近了，我就拿摇杆的时候才不会拿麦。为什么你把步枪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物体啊？这样装起来很难看呢、欸。哪里？我吗？不是熊啊！啊，我只掉了，我只一瓶啊，我想不玩。放弃了，安全圈。失去信号。好，等一下、啊，我看你们全部都在这后面，那我就我一样当那个前锋。
让我一看敌人注意的时候，麻烦你们帮我清光一下，不要让我当那个肉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换个技能。去前面乖乖挨子弹。我要去拿枪弹。哎，这不是子弹。炸弹了！炸弹了，这是放上面。哎，我可以在上面打。怎么没有一把比较强的？搞什么？这把打得到吗？在这里打得到吗？至少有三只，一人要守左右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没到。你们这边打到吗？我要拿狙击枪来来打。哎，可以，我这边看到狙击枪了。你们准备好没有？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狙哦。我多肉看这边狙。有金叹号，金叹号，你是走过来的。他这里没有掩体。好了吗？好，好吗？我要丢哦。等一下，这一把怎么没有狙击镜？搞什么？我左边有一只，帮我处理它一下。中了，没有狙击镜的狙击枪。打不到，不要这样对我啊！看着我还是下去好了吧。我来装一下。我的屁股着火，我要。我要冰块啊，快点！我拿错吧。大家入火不斗神啊，保证你不怕火。我没有了。赶快丢拔了，丢拔比较快啊。这把痛多了。哎，我怎么倒了？你被射死啊！爬我爬我爬。后到麦奏，哎，有一只过，有一只从下面去找你们了哦。OK， 这个给我。可恶，左右边。哎，你爬过来啊！啊，你要爬去找什么？熊，救我！等一下。我遇到敌人了，有危险！这太尴尬了。他快死了，帮我打左边，打到太阳。我不然离开掩体，他快来我这里。来来来，还有我吧！拯救的时候快按两下，然后一直压着，就可以救两次。我搞到我医疗包都没了。把你很帅，打我呢！狙击手干掉吧！哇，干掉了！还有吗？还有？还有吗？啊，还有有啊！还有还多两只胖子。哎，这边跑来一只啊！哦，我们最好先撤退一下。快快快！有一只梗过去找你们的、哦。我看到了这边，我是这边没地方后退啊。天哪，把我救起来！天哪，把我救起来！你在我附近吗？熊在哪？熊在哪里？在上面。我救！我救！只要你释放两个掩体，他们效果不会叠加的。我们那只没有护甲，把他打死。我看，我看一个人从我前面飞过去。哎，直升机哎！哎，那直升机是我们的吗？对，我们。
慢打，慢打。到时候不帮我们打一下？不帮我们打？他应该是一般直升机而已吧？是智商问题吧？哎，有不？停！剩一只，那个炸弹客把他干掉，快点向前推进吧！好痛，你打我！狙击手打死了没有？狙击手还有一只，一枪剩一个弹夹的量哦。记得这关的狙击手会一直跑出来。哦。剩下交给你们了。这边有金块，这边有金块，交一下。一四五。啊，金的啦。冰的啦，我要去翻桌了。冰的。你看他在外面，想睡补血。干掉！我为什么还有红色的？还有人，人装人去那个直升机拿东西。我去杀人，你们去哪？哎呦，我先跑后面去了。哦，他不出来，我这边打得到。哎，那个魔王我就干掉哦。还有狙击手跑来了。啊，狙击手。死了，还有一只金色的狙击手。我没子弹了。看看看，那不是狙击手吧？是炸弹客。那是狙击手吧？我看他的标是，我这边看是炸弹客啊。远一点的地方。星巴不是把王杀了？在星巴附近。前面有一个金怪哦，金怪哦。有两只金怪哦。我现在是二打一耶，看到了，换一把枪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有来？哎，就不知道。我已经，我这边三只都打完了，怎么还在，还没清完呢、啊？不行啊，来不及了，搞到我现在还要去整理一下我装备了。哎呦，重点不是死啊，星巴你怎么没有去召回真武呢？我靠！我在楼上啊，离最近的就是楼下的、啊。对，我刚刚跟星巴他去、啊。你刚，你刚说什么那个回收物啊？星巴在对面打我，结果没回收成功，是假的、啊，没有人回收。请问是现在是什么？现在什么情形啊？没有人会说就对面。我完全搞混了。不是没有人要回收，然后只是这次又要我再去打王了。啊！对不起，我出去了，哎，我出不去了。啊！我看我能不能直接溜过去往那边。
可是我这两个医疗包绝对是不够的。啊，这边视野好好，你知道、哦？还站着吗？他们已经开打我们了。我这个炸弹要留到那个打魔王的时候用的。开始了。目前在对外不公开哦。不好意思啊，他还是狙击手。我耗一下。我到。敲开你啊，让我打别人。你把他打了。哎呦，我就来不及啊！谁给你丢个平台啊？我掉。我刚好是从下面过去好了。啊，我忘了不吃饭，吃饭了。Normally, this chopper is for pickups from the Dark Zone only, pulling out highly contaminated. 太扯了。We'll make an exception. 谁死了？我。我着火。快点把我医疗吧。去你妈王八蛋！谁死了？啊！我刚不是就跟你讲过吗？哦，你怎么跟我讲？就在你上一次问的时候。啊，随便啊，我来啊。现在没有时间睡在这边的。哎呦！你倒了。倒了。哎，为什么丢平台？你们丢你们自己而已吗？捏子。喵喵。不行，往后站，往后站，不要站在那边。交给你，我下去救他们。为什么要抱我大腿？谁抱？抱我大腿也是没有福利可以用。要把隔墙救到吗？那不是我们这么远。哎、欸，你旁边，啊、你旁边。旁边有一只啊！你们道具的吗？对啊。那你们哪里？我们在下面啊！你熊哥，你下来送死。如果我能丢到前面的话，就好打多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要在今天把这个任务打完。我看你们要不要试着把敌人全部都引到上面去，然后我才能偷偷从上面过去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、分享出去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